蜘蛛侠2值得买吗？我以前买过一代的红蜘蛛，二档库里玩过黑蜘蛛，那我为什么不买当前热卖的大作蜘蛛侠2呢？这可是 PS5 的真独占，连 PS4 都没有，而且是索尼第一方出品的游戏。目前蜘蛛侠2比之前两作分都高，画面更好，地图更大，角色更多，体验更好，节奏更好。另外我还是做 PS5 的 UP， 为什么不买呢？其实我也很喜欢漫威蜘蛛侠，在我的很多视频里都用它做背景，但是一代的红蜘蛛我是真的玩不进去，黑蜘蛛也玩不进去，都是只玩个开头，不是游戏的问题，是我个人的问题。我细数了一下开放世界的游戏，我没一个通关的，每个游戏都有它适合的群体，也有它不适合的群体。蜘蛛侠的打法、任务、剧情无法触动我的神经，无法让我兴奋。我不是电子异地啊，最近我买了一个蜘蛛侠2同期上市的马里奥兄弟惊奇，这个游戏看上去有点想玩的冲动。我买的也是实体版，就是担心玩不进去，到时候再出掉。其实马里奥这种游戏收藏也可以，能玩好几年。如果你们也想试试蜘蛛侠2，可以尝试一下 PS2 档库里面的那个黑蜘蛛，在 PS5 上可以 4K 60帧运行，甚至 4K 120帧运行。如果你玩起来特别兴奋，而且还通关了，那就放心购买蜘蛛侠2。如果你不确定又想玩，那最好是买个实体版。目前蜘蛛侠2的光盘港版价格在468。